Kason 一年一度嘅，唔係好多年一度嘅屋村遊樂團，我哋嚟到呢個顯徑村。係啊，咁啊顯徑村咧就係沙田一個老牌屋村啦。咁啊，呢個有啲特別嘢嘅喎，我哋以前嚟玩過啦。一條好長嘅千秋，呢度啊好長嘅千秋喺嗰度啊，比平時嘅千秋長啲噶，喺度啊，見唔見啊？但上次好似唔係呢個位喎。嗱，平時咧啲千秋咧係好短噶嘛，呢個千秋又好鬼長噶喎。嚟啊，過去玩啦！一個啊，因為我十字架喺呢度咧。啊？爛咗啫嘛。啊？是不是很长啊，个千秋？我小时候试过将它放上去的。我连埋个人上去，连埋个人死了来的。是啊，全港最长千秋。现在这个人在玩火车。啊，我这么激巴。你试一下自己蚊钱。哇！這個火車這塊東西呢都是一上去沙田來的，不是一個屯門來的，屯門兆康苑啊，天台上面嘛，我說兆康苑這個火車呢都不是度度有的，這個火車上去是哇，好型啊！够啊，妹妹，够唔够啊？一条绳就系好长噶啦，耶！湿脚，缩脚，喐唔到啊喂，喐唔到，硬咗佢呢个，呢个系喐唔到。这边呢有另一个的，我那里有一个千秋的，快打过去。这边呢在一个显阳楼那里呢有另一个千秋，这个仲长了，这条绳阿爹玩啦，阿爹这个仲高啊，这个才是我们的最高的千秋啊，呢、这个先是我哋今日嘅目标，最全港最高千秋。耶！啊，条绳几长？正经啲啦，哥哥。最长的千秋，好长啊！望住，妹妹，
我哋玩啲千秋咧，我条绳系冇，我条铁链系冇咁长噶，你睇下呢条几长？我谂系全港独有啊，第一次啊，全港独有嘅千秋啊！头先一个都未算劲啊，真系。哇哇，绑住咗！我小时候成日玩这个的，试多次。我有你的基因咯。怎样转？我小时候都成日这样箍箍颈人士。好，转。耶！哇！这个险境村真系劲啊，仲有一个咁远嘅，犀利啊！啊，仲有一个细细嘅公园呢度，系啦。嗨。这。仲有一个噶，其实吓，唔系头先一个啊，我记得系喺呢边嘅，喺呢边嘅，系啊，喺捉鸡脚嗰边嘅，呢个系捉鸡脚啊，呢边咯，哇，呢个险境村真系好多嘢玩啊，真系，前边啦，有冇啊？搞铁滑梯啊，竟然！竟然俾我揾到尋找鐵滑梯，真係鐵滑梯嚟嘅喎！耶！我又揾多條鐵滑梯啦！玩咗呢個滑梯先，爬上去先啦！終於又俾我揾到條鐵滑梯啦！上咗先啦。好污糟啊！好污糟啊！都唔係好污糟啫，係好勁污糟啫嘛。我細個咧。就喺呢張台度咧，掹雞腳噶啦。咁啊，我咧啲人咧喺度啦，跟住我隻手咧要掂你啦，跟住你唔好俾我掂啦，掂咗就贏咁樣咯。要拉埋我落嚟。咁樣咯，就係咁樣玩雞腳咯。雞腳係點掹噶？掂啊？咪咯，你轉唔俾人掂。我想掹落嚟。唔得，掂咗輸啊嘛。哇！你上去，你上啦！我唔想玩啊！点解啊？我惊跌落嚟啊！掹鸡脚啫嘛，点会跌落嚟？咁你走避嗰阵时，惊哎呀，踩错脚咁咪跌落嚟咯！我要湿纸巾啊！好啦，玩完就湿湿纸巾噶啦，玩完未？冇啦。我掹完鸡脚。啊！一个险境村咧，有四个公园，犀利啊！真系呢个沙田险境村咧，好啊。其实我讲个秘密俾你听啦，其实咧，Ken，
我讲个秘密俾你听啦，其实 Ken 神巴以前喺度读书嘅，系读过一年，跟住去咗英国。系啊，就喺沙田啦。沙田两。系啊，中一啊。依家中啊，即中学嚟。系啊 ，Ken 神巴咧系读过一年呢、這个沙田梁文彦中学嘅。今日介绍呢个沙田显径村大围嘅，好唔好玩？好玩。最长喺千秋，有火车，乜都有，就系咁多啦。多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